独自挺好的，我叫绿色独自。我穿，我也穿，我也穿，你们都穿，我也穿。警报警报，颜色不统一，变成切尔西。啊，怎么回事啊，小九变成切尔西了。那是因为啊，我们几个必须要接一样的，如果不接一样的，那就变成切尔西了。太可怕了，要接一样的东西，我可不想消失呀。警报警报，哎呀，又下东西了，这次又要接什么呀？我赶紧接，我接红色风暴。啊，这怎么办呀，我接到了黄色预警。哎，那可怎么办啊，我不管了，我先赶紧穿上。那我也赶紧穿上吧，我穿。那我可怎么办呀，如果我接红色风暴的话，那就傻妞会消失，如果我接黄色预警的话，那小黄人就会消失。哎呀哎呀，妈你开一点呀。对呀，大婶快点。哎呀，不管了，我接黄色预警。啊，完了完了，这下该我变成切尔西了。哼，大婶你太偏心了。警报警报，颜色不统一，变成切尔西。啊，妈你看这小黄人也变成了切尔西，只剩下我们两个了，这可怎么办呀。傻妞，你知道咱们这是在哪儿吗？我们现在应该在颜色王国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咱们两个的颜色应该是被颜色王国给收走了。对，我们两个赶紧把颜色给恢复了，这样子就能离开颜色王国了，到时候我们去找巫婆婆帮忙把他们两个给救出来。有道理。我的校服是红色的，那我就用红色风暴来填充。嘿，我穿。哦，我的袜子是红色的，我也用红色风暴来填充。哇，妈，接下来我们恢复黑色怎么样？好。我们两个裤子都是黑色的，我用红色、蓝色和绿色，嘿，他们三个就可以合成黑色了。那我们就用红色风暴、蓝色妖姬、绿色毒刺来填充颜色吧。好。嘿嘿，哇，妈，我们这都恢复了，但是你的头巾是橙色的，那应该用什么恢复呢？红色风暴、蓝色妖姬、黄色预警，还有白色死神、绿色毒刺、粉色蔷薇，但是这橙色我应该用什么补充呢？还有灰色死神，哎呀好乱呀。